个人独唱的歌曲，天空的主笔送给我们现场咱现场所有幸福的好朋友，谢谢。掌声在哪里啊？掌声在哪里？有没有感受到幸福的滋味啊？爱你们哦，谢谢。会唱的朋友也会唱，大声一点。等一下有小礼物要送给你们，请入短箱，小礼物就会飞过去，好不好？再次的也要恭喜我们的陈一和，我们的陈道长。今天呢，大家呢那么喜欢的，我们小琉球的这件盛事呢，齐聚一堂，大家共享盛举，然后呢，共度这个愉快的中午时光。今天大家都爱欢喜，很好。好幸福啊！我今天呢真的也很开心，因为也有一段时间我来到咱的小琉球，小琉球对不对？我真的觉得这边是一个很热情。